我们去领证吧。啊？我说，我们去领证。领证？对。你想好了吗？我想得很清楚。经过这几天的举动，我知道你离不开我，你也很爱我。我也离不开你，我也很爱你。所以我昨天想了一晚上，我决定还是带着你去把证给领了，这样以后某些人就不会为难我们，我们也不用看别人的眼光，我们呢走我们自己的路。还有我也想了很多话想对你说。领证呢是走向幸福的开始，两个人在一起了，共同奔赴，共同努力，共同成就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希望我们能好好的爱着彼此，依靠着彼此，能充满阳光与温暖。还有呢，当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，你的笑容让我的心好温暖，我就喜欢上了那个开朗、爱笑、温柔、善良、淳朴、很好的你，爱上了那个笨笨的你。说不出爱你的理由，但是我自己很清楚，你是我不爱别人的理由。我这个人呢，嘴笨，我不善于表达。有人说一见钟情不是真心，是没有见过大海才会爱上小溪。可我就是很爱你，想把自己的最好全部都给你。即使我没那么优秀，我也会一直一心一意地去爱着你。你在我心里，你就是最好的。既然我们选择了在一起，选择了领证，以后就好好的牵着彼此的手，不要那么轻易的放下。想你的时候呢，实在没有办法用一句话来代替。我觉得爱的感觉就是无缘无故的去想你，和你分享的不是生活，而是我对这份感情的一种态度。我跟你领证呢，我也不是图什么新鲜感的人，我对你的爱只会越来越深，我会一直保护你。别的呢我都不需要，我只要你好好的对我，好好的爱我，用心的对待我。你是我生命中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一直愿意陪伴着我，一直在鼓励着我。你是我生活中一颗很甜很甜的糖。或许我的爱不够成熟，但我对你真的是很认真的。你很重要，也很特别。多少人呢，一辈子也遇不到一个心爱的人。多少人一生求不到一颗彼此珍惜的心。而我却很幸运地遇到了你。虽然我们在一起才三个多月，也就是108天。但是这段时间里我感觉很开心，很放松，很快乐。对，我们也有苦也有甜，但是这都不算什么。我知道我们还是不怎么了解彼此，但我希望我们可以给彼此一个机会，一起走下去，不要走散。我承认我不是完美的，但我会用我的全部真心和努力去爱你。这一年呢很简单，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美的意外。我也知道我公司出了一些问题，我虽然现在什么都给不了你，但是我相信我们一起共同努力，以后的日子我们都会越来越好。
所以小月，你愿意跟我去领证吗？真的吗？这样说呢，你给了我真心，给了我你的爱。但是宇哥，这几天我不在家，我的户口本跟身份证都在他们那里，不知道他们放在哪里，他们的电话打不通。没事，叔叔阿姨还没有回来，是不是？没事的，等叔叔阿姨回来了，去领证也不是一件小事，我们得看一下他们的看法和一些同意，然后我们再去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我们领了证以后就不要在意你大伯说什么，或者是我爸爸不同意什么，那只是他们的看法和想法，我们都不要去理会他们。我们呢，好好的一起走下去，牵着彼此的手，好好的相爱，好不好？